会让世界毁灭了？怎么可能？啊、偷了我的笔，他会啊？不好！老师，你别想不开呀！啊、还好，只是晕过去了。我没交作业而已，老师也不用想不开吧？你偷走的那支笔，写什么都会变成真的。啊！你把待了一天写成掉了一天，老师被你害惨了。什么？啊、地震了！啊！不好，地板又被压塌了。什么情况？你把猴子吃了一顿饭的顿写成了一吨的吨了，学校都被压垮了。丧尸呀！他们只是喝醉了。啊！大白天怎么喝成这样？因为你把洒水车写成酒水车了。你不要过来呀！这样下去会世界大乱，要尽快拿到如意笔，将世界修正过来。那我们快去宿舍。啊！救命呀！我不会游泳。你把海洋覆盖地球面积从71%写成了91%，陆地要被海洋吞噬了。终于拿到如意笔，把试卷改回来了，这下没事。怎么回事？琼奇，我呼吸不了。糟了，怎么背面还有道附加体？